OK， 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怎么 peel 吗？可以。那你 peel 给大家看怎么 peel？ 噔噔噔噔噔，你会不会 peel？ 哇 ，peel 好快哦！你要讲话，哥。你说这是我的最喜欢的什么？等你要讲说，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。哥哥，你 peel 很快吗？还有康乃馨宝宝 wipes 一片。妹妹要不要吃蛋蛋？你可以吃吗？对。你现在有没有 diarrhea？ 没有吗？好了。哇，好快哦。Good job， 哥，那样你吃给我们看，怎么 eat it？ 你怎么 eat it？ Eat like so. Mama right here. Mama 太 messy 了。Cheese. Mama 怎又穿那个衣服了？因为很暖了。Messy cheese. 够味吗？不要看我的 website 太丑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每天都要吃一个？那一个多少钱？$15。Eight 啦。$8。哇，哥哥吃好好吃哦！你要不要再来台湾？你来台湾要做什么？吃这个。这个叫什么？茶叶蛋。哦，快点掉下来了！啊！哥，open your mouth。哦、要不要给妹妹一点点？不。耶！可是爸爸我也。妹妹不敢吃。玩 baseball， 然后她很怕冷，不要。OK， 哥，要不要吃完了？把它 finish it 吧。他叫他玩 baseball。那妈妈在看什么？小叮当和 TV 好像被我们看坏。应该是 signal， 那外面都在下雨。哦，那是晚。哦，哥哥 ，almost done。他们在看小叮当。打到他了。哥哥 ，finish it。哥去那边吃。哥哥 ，finish it。啊，不用再录了啦。哥哥 ，finish it。可以了。拜拜。